今天我要尝试给他们做蛋糕，蛋清中加15克羊奶粉，打发后再加一点橄榄油，再加50克蛋糕粉，打成细腻无颗粒的面糊，装进蛋糕纸杯里，烤箱160度25分钟就 OK 啦。宠物蛋糕 1.0 版本就完成啦。今天我就不和他们一起吃了，因为没想到昨天的四瓶罐子今天就收到了。网红甜品的味道嘛，果然名不虚传啦。无论是可爱的鼠子们，还是我铲屎官本官，美食都不可辜负。哎，你不能吃，等我给你做蛋糕2.0。